點樣成為一位優秀嘅幼兒教育工作者呢？咁頭先講到啦，除咗你有熱誠、你中意小朋友之外咧，你要有扎實嘅教學根基啦。兒童成長有咩需要，你要有認識啦，有咩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小朋友嘅情緒啦，甚至乎現有我哋最新嘅教學方法啦，可能有啲嘉賓會聽過 LEGO 教學法啊、藝術教學法啊、音樂治療法，甚至乎蒙特梭利嘅教學法啦。咁呢啲究竟實質我哋係點樣去操作嘅咧？我哋都會需要去認知嘅。另外就係老師唔單單係淨係對小朋友啦，你要對外啦，點樣去帶領小朋友出去真實嘅世界咧？點樣去安排參觀啦？乜嘢參觀係適合小朋友嘅啦？甚至乎帶小朋友去回饋社會，點樣帶小朋友去服務我哋嘅社會有需要嘅人士啦？新一代嘅老師咧，其實應該係非常互動嘅，甚至乎老師喺課室嘅參與度咧越低，可能越好添嘅。小朋友咧係主導嘅課室，老師咧係輔助小朋友嘅啫。甚至乎老師見到小朋友鬧交嘅時候咧，唔好即時介入。點解啊？我哋想佢哋有解難能力啊嘛，我哋成日話新一代自己冇解決問題嘅能力，點解啊？一有問題我哋幫佢解決咗啦嘛，我唔識綁鞋帶啊，我幫你綁啦，食唔到啲飯啊，我餵你啊，咁所以我哋啲小朋友變咗咩啊？唔識綁鞋帶咯，唔識自己食飯咯，係唔係唔識咧？定係冇機會去練習咧？咁呢個我哋都要反思，老師點樣去設置嘅環境，甚至乎你做每一個行動背後嘅理念。作為出色嘅幼師咧，我哋需要配合教學法啦、教育理論啦，同埋一專業嘅老師，三樣嘢缺一不可嘅。